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小孩，第一个是 clock， 好，那请一下第二个字是什么？ ball。 好，来 ball。 哎，等一下，我没有录，我就要把手机，真的吗？我开始录了。好，来 ball the board， 确定吗？我有录，确定。哦，是有。好，来 board， 再来到第三个是什么？ door。 好的，小孩，这个是我唯一目前不在我们教过的规则里面，应该是唯一吧。好，来 door。 好，再来呢？ desk。 好， desk 超简单的 desk。 好，还有呢？ light。 好， light。再来呢？ Question。 好。 Question。 对不对？好，再来呢？ Computer。 好。 Computer。 还有呢？ Chair。 好。虽然这个规则我们还没有教，但是我们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对不对？好 ，chair。 好，那这一课也比较特别，是我们开始出现这个，不是这个，上一课就有，对不对 ？This 跟 that， 来记得吗？好，所以呢，我们来，小孩，我要讲一件事哦，不是只有这一课才会出现 is this a。好，来，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弄一下，这样你们才会知道，老师不一定出的就是只有完全跟第五课或第六课是一模一样的题目，没有哦。老师，等一下要跟你们讲的是，来哦，来，比方说，小孩，如果老师给你的题目是这个，好，然后呢是这样两个，然后只有写这样，小孩，请问一下你要写什么？ What is this？ 好，然后呢？ It's a pig。 It's a pig， 对不对？但是如果我给你的题目是这样，然后呢？好，如果是这样，请问一下你要写什么？ Is that a rock? No, it's not. 这样有听懂了吗？ Yeah. 如果这样，就表示你只要问 What is this 或 What is that。可是如果有告诉你圈或叉，你就要回答的是 is this a 或 is that a， 来要回答 yes no， 这样有听懂了吗？好，来哦，那请问，好，那如果我只有给你这样，那请问一下这个要写什么？ This is a light。这样有听懂吗？ Lily 有听懂吗？我怕你没有听懂。听懂，那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下，看看加分题咯，可以吗？可以吗？请问一下可以吗？可以。可以哦，确定哦。好，来，我们来练习看看。好，今天呢，因为这个题目会有点复杂，所以我们会连这个小白板一起放上来，这样才够用。OK， 好，所以小孩，老师会出蛮多题的，因为要混着用，你才会看得懂。请问一下，这个小白板的这边里面也看得到吗？看不到，好，来，
来，小孩，这是第一题。等一下，我用比较清楚的笔好了，来。啊，有没有圈跟烧？我们刚刚有讲过，你要回答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不对？是吧？所以你要注意，有圈跟烧跟没有圈跟烧是不一样的问题，对吧？好，这就是为什么要混在一起考，不然你们到时候突然混在一起考，就会完全搞不懂。哎，老师要讲一件事，刚才最多的错误是在问这是什么吗？那是什么吗？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 ？Is this 不是 this is？ Is this a blah blah blah？ 对不对？然后呢 ？Yes， 小孩 ，Yes 是第一个字，那下一个字。这一个字你可以写大写吗？请问一下，这个字你可以写大写吗？不行。不行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写大写？好，第二个字不可以写大写，所以 yes it is， 这样懂了吗？好，那 what is 这个你们都会，老师就不复习这个。再来，这个是写什么？对不起，这个是 is that 不是 is this， 对不对？ Is that a light？ 好，那这一题是什么？ Is this a trash can？ 然后你要记得，因为这是问题啊，写完问题你要怎么样？问号。然后他说 no， no。It's not， 小孩来哦，因为 no 是 it's not， 不代表你这里也可以写 yes it is 哦， yes it is， 小孩 it is 是什么？ it is 已经等于 it is 了，所以如果你写 yes it is 等于是 yes it is is， 一个句子里面不需要两个意思哦。我说什么？来 ，copy， 你请你告诉我，我刚才说什么？一个句子里不用两个那个意思。可问题是你没有写两个意思啊！可是为什么会有出现两个意思的意思呢？为什么？因为呢 ，is 代表一个 it 跟一个 is。啊，所以呢？所以写 it is， 要写 is。对，不要写 it is。好，所以希望你讲过，你的脑袋会记得，不要说那个 chair， 你告诉自己 AI 哦，然后出来写 AIE 哦。好，来再来，这个要问什么？来，这个要问什么？请问这个要问什么？ Is this a board？A board， 好，然后呢 yes. 等一下 ，Kobe， 请回答这一题。Yes, it is. 好，再来哦，小孩，我们一到六题全部都是两条线。
可是从七八九十，我们都只有一条线。Josh， 那是什么意思呢？请教，如果我们只有一条线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什么意思？好 ，Lily， 如果我们只有一条线，那是什么意思？好，谁知道如果我们只有一条线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确定这是什么意思？不，确定的意思就是不用再写问题跟答案哦，对不 对？所以如果你又写了问题跟答案，是不是就是错的？我们只要你写句子就好了，对不对？有没有需要写问题？没有。没有。好，所以请问一下，这要写什么？ This is a bar door.This is a door， 不是 This is a door， 对不对？也没有这种句子哦。This is a door， 那这个呢？ That is a turtle。That is a turtle， 那这个呢？ That is a chair。That is a chair， 这个呢？ This is a fish。这样，请问一下，到这里有懂了吗？ Yeah. 好来哦。我觉得后面的动作没有复习到应该还好，但是这个你们要确定搞清楚，可以齁？可以吗？这八题有没有看不懂的？小孩应该都看懂了吧？可以齁？好啦，小孩就是这六个，这个是 throw away the trash， go back to your seat， turn on the light， turn off the light， 然后呢Go to the board， 跟什么 ？Write your name。好，你可以自己写写看吗？好，请加油。好，就这六个。